说它是一个健康的仪器。对，今天开庭前有特别跟你说什么吗？当然啦，我觉得也谢谢各位媒体的关心哈。大家都还，我讲在婚姻中受苦的都很辛苦。对，最后提出代管两亿收入的部分。哎，我坦白讲，这部我们都不会思考当中。好，谢谢。因为财产放老婆那边是之前就讲好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有结论吗？贷款部分，贷款的部分，好像没有什么谈到的。小心你后面，小心，不好意思，小心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感谢。